清晨，小明乘坐着无人驾驶舱前往学校。今天有他最喜欢的地球课。哇，真美啊！他的心愿是让地球爷爷心情变美，不再受累。亚亚是小明的好朋友。小明，你好。他是一个人形机器人。他们一起探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奥秘。小明的妈妈是一名作家，她利用脑机接口技术直接读取自己的创意构思，生成文稿后自动转化成影像，以全息方式呈现出来。今天小明妈妈创作的这部作品的主题是以人为本，智能向善。此时小明的爸爸正在火星出差，他是一名城市建筑工人，在完成了用火星新材料以 3D 打印技术建造楼房的最后一项任务后，小明爸爸乘坐着星际通勤工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。刚刚小明的奶奶顺利完成合成生物心脏移植手术，家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接奶奶出院，阖家团聚，其乐融融。家是社会的细胞，国家的基点，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标。未来正来，幸福可期